安安啊阿正。安安啊聂大。安安啊彭，大家晚上好哦。你用75炮的话 ，APCR 应该要带一些，不然会打不穿。你不会从来都不带 APCR 之类的？少带。难怪你常常打不穿的。真的打不穿的时候要换了，因为你打不穿，你就算用再打再多的 AP， 不会穿就是不会穿。那你打不穿，只是在浪费弹药而已。知道我意思。这 M 六超勇敢的，你看看这 M 六。你说谁？啊不，你说他们的 M 6，你不要理哦，你现在你安全了，他们的青藤死掉了。M6 出来了 ，M6。嗯 ，Nice。拿哪位置？WOT 这个游戏哦，要用讲的让人家会哦，其实还蛮困难。还是看人家的操作会比较简单，要用讲的真的很难，无法言语。RP 最实际。够打 T 二五，为什么在下面？啊，盔甲中间。Let's go, boys.
Oh my god！ 哦，so close。 你要会玩啊，会玩这才变态。 可以报名当阿正的学员吗？可以呀，当然可以。Stacker，亏爆这车，这车弹药费超高的。 三场 S Tanker，OK。 Okay。
我没有叫我的学员来看我直播吗？没，我没有跟他讲我在开直播哎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知道啦，因为他有加 Discord， 所以他应该知道。来，你选啊。想问一下 ，H E 引发的火灾是多久才灭啊？如果不手动自动，多久才会灭？你说如果都完全不理他，是不是？啊，不理他，完全不理他，让他自己烧，是不是？是，会烧超过一半的血，会烧超过一半的血。嗯，他是看你的血量来决定烧多少伤害的。哦。来呢，稳正高。唐松也想要当学员，是不是？自动的话，它只会烧一下就停。哦。那手动就是看你手速。手速。按的快不快啊？我几乎都没有这次灭火器。好像三个月没有玩，好像三个月没有玩也可以加学员，学员不是只有新手，很久没有回来玩的玩家也可以。这个 T 六七塔卡狗吧，那个不是我第一次打到一万伤以上，我其实打过好几次一万伤。不过那个应该是在雅福第一次打到一万伤哦。我之前没有在雅福打过一万张。
三万场次，三个月不登录也可以成为学员，对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这台车没有扶脚也是蛮麻烦，玩起来会有一点点难。发征服对方。Oh my god！ 招啊！拿出来我瞧瞧。啊，要死了！你也知道要死了。不小心你把花球了。这个叫抢伤害啊！抢伤害。抢还抢？一千经验就 M 牌 ，Really？ 这车没人玩吧？我跟各位讲哦，学员一个人只能收两个，我已经被占一个了，所以我只能再多收一个学员而已，我没有办法收这么多个。其他的 CC 也都有在收学员啊，你们可以去找其他的 CC 啊，比如说流氓他也有在收啊 ，M1 他也有在收啊，小魔好像也有吧，你们都可以找他们啊。我记得官网上有一篇就是讲这个的，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找学员跟他们一起玩的话，你就可以去跟他沟通看看，去沟通看看。我相信他们都很乐意带的，都会很乐意带人。我大部分的状况下，就是队友不要太夸张，我都有办法让他赢。什么？我说队友啦，只要不要太夸张的，就是大概都还有机会赢。哦。如果真的差太多了，就没办法。
捏大没有收吗？捏大也可以收看看啊，但跟着他们一起玩也没什么不好。那老猫带学员会不会把翻车技术也带给他们呢？老猫有收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还有，这十二滴满血。59960。我跟你说，你如果没有要买 T3485M， 你就去买那个 Rudy， 他有送100%的成员，很棒。他直接有送你新成员，然后你也都不用练。而且那个成员哦，还有那个 Sixth Sense， 什么意思？还有第六感，灯泡会亮。不要翻车啊，哥 ！What？ OMG！ 那个 Rudy 的性能呢、啊？只有输 T3485M 一点点，他们的装填时间不一样，就这样没了，其他都一样。Rudy 的装填时间比较慢，慢一点点。干脆打不穿，这太硬了。Rudy 多一只狼犬。Rudy 车身装甲比较薄，真的假的？我不晓得、欸、我以为都一样，我以为只有差在 DPN 而已。不过没有差啦，因为 Rudy 送有送成员比较好，你知道吗 ？Rudy 有送成员比较好啊。对于你没有玩、你没有练过新的车子的你，你一定是买有送成员的比较好。这到底可以多 M 多少次？你说说看。
呵呵呵。